我做好的工作了，中国老板没有看到我，现在他们明白为什么我做好我的工作，东西是系统化，我的伙伴他们的思想有所改变，我们不用去烦恼对谁不公平，轻松很多，减少很多烦恼。嗨，导读杰森你好。好。So, 你对这两天圣玛丽有什么感想呢？我很开心啊。我觉得我的 staff 呢都很 enjoy。And then, 最大的益处现在就是我的 staff, 我的伙伴他们的思想有所改变。那个是最大的益处了，他们的思想改变。他们知道就是老板的苦衷啊，老板的要想的东西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老板在想，老板在做，他们之前可能没有想到，他们觉得哦，做好我的工作就算了，现在他们明白为什么我做好我的工作，所以他们终于老板知道老板要的是什么，终于老板的苦衷是什么，老板的挑战是什么，对，那个是很重要。Okay.他们会了解多一点，没有，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觉得我做好的工作了，我做好的工作了，中国老板没有看到我了，KPI,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老板就轻松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烦恼我们的 staff 的那种 performance, 我们要怎样去 award 他们，因为我们已经系统化，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很系统化，东西是系统化，我们就轻松很多，我一问我们的那个经理，他们也轻松了很多，就是说我们的 staff 明白他们应该做什么，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的，那么达多你认为啦，怎样的公司才应该有 KPI 呢？每一间公司都要有，每一间都要有，每一间都要有，因为其实帮了老板很多，我们不用去烦恼，就是说，对谁不公平，对那个老板比较，对那个比较好，对那个人不好，就是说，我们只是讲你的表现，你的能力，不需要讲对谁好，对那个很重要，很方便的，就是这很少烦恼啊。减少很多烦恼，不用去想，哇，这个我自己好像不开心这样子，要讨好他这样子，就是说他们很明白他们要做什么，明白他们的东西，他们的责任。对，以数据来讲话，对对，不是人用感觉来讲话。那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不要去烦恼，不用去要烦。好 ，OK， 所以谢谢你，导师杰森，我就祝你生意成功啦。OK， 谢谢。